一定会改变着咱这小朋友来健康大汉，啊，考试上个拢会第一名哦。咱家今年是咱这大庙埕考三年，啊，考三年了就是上北大，啊，做条件正式的来开始。开始办哦，夜间点就等于拢算讲，大家讲的开路先锋，开路先锋伊了有这个堵车、辟车的功效安尼啦。这个夜间讲哦，原本哦是拢整整的啊，着入去仓库扛的啦。啊，伫个民国头伫个67年左右遐哦，因有去参加这主祭宫的干照，啊干照了后哦，拄啊讲有迄个老大讲忘记。我看到一尾金色鸭缸坐伫这鸭缸头入去啦，啊尾啊了后顿啊，就啊开始用落去庙里啊做一个心坎落去吊拜。咱就无讲这个鸭缸灯是用这个龙头红尾做这个鸭缸灯的头，甲尾安尼用龙甲风做头尾，家长拢望咱这个装这个鸭缸了后啊，这个囡仔来好油漆，啊连缸算。大汉了后会当成龙，啊，甲成凤。咱专心啊！咱即阵这个工有咧办咧，出去拢转来三工，转来一工，转来都化掉，上几天去。今年规模也比较大。对啊，今年还有摄影，往年都没有这种摄影。我们昨天晚上都开。我们四部车回来。车回来啊。对啊。对啊，还好嘞。这那一年是三台游览车。我们是游览车回来，三台游览车回来。六中尾了，你哥啊！好，等一下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再补充就好了，不要动。小朋友，我是拢每年伊也要报名，拢在遐六岁哦至十岁啊，这个体重拢有这个35公斤以下的限制。啊，哎，较早是拢用溜口来啦，算讲有些时阵囡仔较快啊，报无啥甜。到96年、97年的时阵，迄阵有听到讲，坐夜岗的囡仔。那来那歹找哦，啊，迄阵就唔只种动着一个念头，讲光夜工，咱来担任这个义工，规只夜工，伊的成本会当降低，甲囡仔收的钱会当降低，是毋是会当吸引一般的家庭，较侪囡仔会当来做夜工？我着以真诚恳的态度，吼，啊，着去甲直播间的主事的来提起，我嘛甲讲，都有这个心，吼。想来甲即个夜工斗三工，互台湾唯一，即目前是用人工耕的夜工，会当来甲延续落去。我伫民国89年来甲学教，啊，我拢四界租厝，啊，有一段时间嘛租伫朱雀宫的边啊。啊，这段时间有哪有遇到一挂朋友讲，咱的夜工耕工的部分有淡薄仔困难，所以到98年，咱就对朋友的脚步，咱就去耕第一冬，想袂到安尼一耕就是7冬。因为阮这个夜工店哦，从较早因咧装哦，就是讲囡仔歹摇车，迄阵的囡仔拢较贤偷抓着啦，哦，啊伊就来装装的，啊，拢有人会反映讲，哦，装效果袂歹安尼，保庇迄个囡仔，哦啊，顺利成长啊，到大汉。耕工啊，总数有19支啦，哦，啊，一支有4个人咧耕，哦，啊，拢总伫咧耕个76个，哦，啊，搁一个一班伫遐替换，拢总所有耕工人员是爱152个。因
较早时代，这是一个对一个，恩哥当主任委员，向那个土地公、向保生大帝祈求，怕冷梗，怕死的人，这样才会轻松一点，不然不。今年代现在用肉鸡啊，叫锅嘞，这无法多啦，他的温度就不给你用，用链啦，你不要用链了，你不要你改装了，啊改装就没意义啊。你好，后边，你好，后边。来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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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啊！去去，来来来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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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大家好，我提起有一点，就是讲，我若来光夜工头，伫外界者是较会去看到，看到我的出发点，就是讲，是毋是我安尼做，啊，较侪人看到以后。会当吸引更较侪人，会当共同来参与。哎，啊，行三十二步，啊，你就来换啊，你嘛卡差不多嘞，啊，你无做咧，啊，行，啊，你跟我表演拍好啦，啊，卖啊你啦，卖啊你啦，啊，无啊你老五天张定一个。老张一段啊！哦，我虽然讲七十几岁哦，哎，但是我本我体力，我讲的时候我一定爱讲啦，怕引起着少年人，年龄不是问题啦，年龄不是问题，主要用电脑体力啊，感觉有这兴趣，爱来参与。我庙里有本身有督电人员，然后伫遐五六十个、六十几个遐，出去遐都弄个进度，拢会来弄这个夜工电啦。啊，弄这个，阮这个督电人员就是要顾迄个安全性，吼、哦，迄较袂去人打电，还是讲发生意外咧。提起的时阵吼，大家第一个反应会惊，怕的是那个扛在肩膀上那个重量。毕竟以前吼也无做过实的，无做过温爱，根本你都无去肩膀上，你唔爱去扛过什么物件，怕那个肩膀会受不了，啊，就慢慢给人说服，慢慢给人说服。扛了呢，确实也是重，但是呢，我采取的就是很平缓的扛起，卖担架讲你的肩啊头一定会酸痛，也是讲你有。疲劳感啊，还是才要换，安尼你迄个要恢复的时间就叫做长。当时是86年，想做武功嘛，想做做看看。长大之后，小时候看他们在。在扛压钢的时候，看怎么那么辛苦。有一天我就想体验，到底是怎么样的扛。所以今年刚好爸说，请我帮我过去去压扛压钢。我说好啊，那我跟他讲，我去年就有这个意愿了，是不知道开口。来，今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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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今
着咱的票亭来拍着第三轮，来表着咱今仔日这个两万人次的奖励奖励哦，非常非常好，感谢您，感谢九合中管理委员会所有团队委员以及所有负责作业的人，所有的工作人员，感谢。在夜间你光的中间吼，你一个人、一两个人，你想要行紧嘛无可能，你要行慢，你嘛无法度。这就是一种群体的力量。有一句话讲，一个人的坚持可能是一种执着，但是呢，你一群人的坚持，都会形成一种信念，那么就是一种文化。